包括国丧日哦，义勇，那你国丧日拢特别啊，行礼如仪，安尼来，反正叫我担心，安尼咱拢无啥，无感觉讲有啥物力量，有啥物咯哦。啊，这个国丧日哦，对于这个228遐个受难者哦，无法度哦，让他们啊、哦、安宁安息哦。啊，这个嘛不是马英九伊走去哦，花莲去哦，慰问张其良，安尼就会当算数哦。所以呢，咱这个228这个受难者呢，哦，一直哦，能源一直没有办法起身哦，但是哦，咱大家嘛是受害者哦，是安怎？因为228迄阵台湾两万多人的精英拢哦消失去哦，而且两万多人会当为台湾创造真济即诶资源后力哦，但是今仔日即拢无阿多哦，啊，互咱即咱即少年朋友。大家哦，爱过着22K 啊、19K 都不如的那个生活哦。在这样艰困的时阵哦，咱大家无法度哦，意志消沉。但是去年开始，咱有共生音乐节，这個、共生音乐节的时阵，利用音乐哦的感化，激发人民的人民的力量啊、激发人民的创意哦。咱希望这个。哦，共生音乐，这一种音乐，当机，好让这些少年人来发挥创意，让你但再一次创造台湾 number one， 哦，再创造台湾之光，哦，好让你少年人会当挖累，哦，免过阿咩22K，免过阿咩讲啥物大环境，啥物哦，经济不好，哦，咱大家会当有很多的发明，很多的创意，哦，咱的音乐会当抚平。跟228在受难者心灵的创伤哦，啊，咱大家创意的时阵哦，咱哦那些受难者在得到一个哎哦相对的哦安慰哦，安慰的时阵哦，咱才是有纪念这个228国丧日的迄个意义安尼吼，哎，咱我过去细汉的时阵呢哦，我嘛是对。哦，选举交注意，但是呢，阮爸爸就讲说，囡仔有耳无嘴，哦，你点点袂使咯，哦，啊，你最后你来做医生，哦，会当救人，佫会当哦赚钱，哦，啊，所以我就安尼吼，啊，我想要讲讨论啥物政治的代志，我就干伫个开刀房内底讲，咱出来都拢唔敢讲，哦，但是到尾啊，阮爸爸要等个哦提领休文的时阵。哦，之前伊就甲我讲，你若认为对的代志，你来做。所以呢，我2000年开始，我就开始来关心这个啊、社会的代志。哦，啊，安尼的时阵，哦，今仔日发现讲，咱的台湾还佫有希望，咱有遮尔侪少年人，拢会当行出来，拢会当为了台湾佫来拍拼。哦，所以呢，我感觉讲，咱眷恋台湾嘛是足有希望。哦，阮北社暗家社团，阮愿意讲，哦。做恁徛伫个阮个囝仔头，爬起来，吼、哦，搁行出来，吼、哦，会当创造较好个，吼、哦，来改变这个社会，来改变这个，让这个土地会当流出来较好个物件，吼、哦。咱过去有一句话，吼、哦，时代咧考验青年，吼、哦，时代考验青年，青年创造时代。所以我嘛希望这个虽然这是一个八股，但是我希望咱大家在做的会当来拍拼，利用你的创意哦，啊利用这个音乐哦，啊让大家会当共同在生活在这个土地上，能够留下很好美好的记忆，能够让台湾走出去哦，能够让台湾继续发光发热哦。啊！而且哦，咱看到这音乐哦，激发大家这么热的时候，咱来感谢这些少年朋友有这么创意安尼吼。咱希望每年的共生音乐节的时候，会搁到迄落后年，咱就有足无相关的，咱的社会、咱的政府，就唔是变作这款哦残忍哦冷血的政府哦。咱会当照顾了咱的百姓，会照顾咱的少年。迄阵的时候，对刚刚做到讲宪法是。哦，政府是要保障人民的生命财产，哦，是要来照顾人民的生活，哦，啊，让咱的生活更加好些，哦，咱台湾会变作足美嘞，足好生活的台湾，哦，而且哦，在此哦，感谢大家，哦，感谢这些哦音乐的朋友，哦，啊，创造这么好的创意，这么好的哦，让咱大家这么好的看到
愿景，看到未来，哦，啊，在此，哦，咱大家互相鼓励，互相勉励，哦，啊，阮社团一定是要做大家，哦，的后盾，安尼吼，啊，咱大家做未来，哦，台湾更加好，更加发光发热，再多谢，感谢，感谢大家，哦，谢谢大家，哎，感谢。感谢张医生社长伊的演出，哈演出。再来，咱们介绍这位。